让温度降下来。这什么体育馆，40度，没有空调的吗？他都撩衣服了。天气热了，我不再是单身狗了。我是热狗，你见过8块腹肌的热狗吗？我看你是段子手吧。你呢？骗我的，不是天真，是天真热。你也是个搞笑男，那你来。月子大人，你带我走吧。我去，我可怎么、都2023年了，还有人在看《苍兰诀》，你是铁粉啊？你呢？心静自然凉，心静自然凉，还在打坐。心静自然凉。哎，这不是有风扇吗？你们吹一下呀。没电了呀。啥玩意儿就没电了？没电了呀。我去，要拿扇子扇，给你们谁扇一扇？这个也不顶用啊。也不顶用，那喝个水。水怎么还洒了？打个篮球。篮球估计也不愿意打。太热了。动不了了。不想动。这还有星期一，哎，可以翻哎。星期二、星期三，这有啥变化吗？也没变化呀。这墙上贴了一堆东西，这是秀猫的，分手了，他竟然要我拿回去，回国了开始复仇吗？音乐节，今晚8点全场5折，五折什么？卖空调的吗？扫一扫，拿他的手机扫，扫不了啊。哎，8点，这时间可没改，哦，时间可以改，那先把时间调成8点，看有没有啥变化，点一下呢？哎，怎么点不了了？哦，可以拖动，放手机上。放风扇这儿，放这个，给你们，给温度计。什么？哎，全场5折。温度计会说话，那他自己打折了，变成20度了，怪懂事的嘞。啊，真凉快。